好多人中意食年糕喎，但系又覺得做法比較麻煩。咁今日我就介紹一個好簡單嘅香煎芒果年糕啦。不但只有年糕嘅口味啦，仲有芒果嘅香味，做法仲十分之簡單噶。我呢度咧就有一杯嘅糯米粉，我嘅杯系250 ml，汤匙嘅糖，搅匀啲材料。150 ml 罐头装嘅芒果浆，咁喺好多超市有得卖噶啦，加入去，我搅匀先，嗱个粉条比较黏噶，就要用多啲嘅糯米粉去做手粉。然后咧，将个粉团搓匀啦。嗱，成团啦，就将佢分为8份。跟住咧，用多啲手粉將每一嚿搓圓，淋上啲芝麻啦，將嗰個粉團咧碾薄，成一個圓形嘅餅啦，薄薄地嘅。嗱，每一份都係咁做。我就大火熱鍋落咗3當匙油，筷子起泡啦，油熱啦，我就轉中火，嗱放餅啦，反一反佢，背面煎佢半分鐘到得啦。